号去发这个新闻稿，我不晓得对这个事情有任何的帮助，有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今天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就在讨论法务部的这个新闻稿，我不晓得法务部发这个新闻稿目的何在，是对我们去谈判有帮助，或者有任何的注意，或者有任何的意义吗？我们今天花了好多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法务部这个行政院的二级机关能够非常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能够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指控并是无的放矢，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指控是有凭据的，我们要看到你们在发这个新闻稿的时候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让法务部这个机关蒙羞，我们觉得是现在这个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谢谢。好，那我们就这个对于今天的讨论事项，我们另定期继续讨论。散会。